但他现在一岁又一个礼拜，他自己爬爬爬爬爬，他想要自己去玩溜滑梯。我跟在旁边吵，我们来看他怎么样玩溜滑梯的。天哪！哎呦，这么大的溜滑梯，它就这样。哦，太屌了！其实我比较不敢玩这个溜滑梯耶，我觉得它好陡哦。斯拉丹，啊！哎呦，我真的觉得它好陡哦。我真的蛮害怕的，哈哈哈。